就好多客人，你们都好高兴好兴奋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没有办法嘞，来金碧哦，今天是新好那小朋友呢晶晶要做什么？好，晶晶要做什么？我们
哦，来，哦，你老爸，阿爸，
用十斤的就可以了。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哦，很厉害，要说什么？轻腔。长颈鹿。哦，长腔，哎，对啊，说什么？拍拍手。哦，按腔啊，拍拍手啊，好。还有。我。哦，我还没说一二三呢，你还一直说。一三。哦，对，很厉害。是三二公一一三三卡数哦，哈。看谁？很厉害哦。有专心哦，快把你，我有一口爬哦，用耳朵听哦，硬一，要，没有，我说硬一，我没有听到啊，还蛮三哦，硬一硬口爬，要，哦不对，我都没注意，没有注意，还蛮公三哦，要说硬一三才有啊。来，两黑马杆，三股狗，两件魔棒哦，来。
好，来闻闻看。你没有。好，来，第一次闻嘞，第一次闻。来，拿去。拿去也可以，没关系。要煮，煮的时候我们还要调味。很多这种菜，那个小朋友都天几乎都每天都有。
有吃过的，有没有吃青菜？有。哦，这是什么菜？哦，没有花椰菜哦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因为太多菜了，花椰菜都打成。啊，有有，我有高级菜。这个老师大概抓一下，有些菜哦，小朋友有些啊、很多种啊。哦青菜就是我们来看这个青菜客语叫什么香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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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抢车。